都几难噶。每一次嘅任务都失败，我真系冇面翻嚟见盟主。就因为毫无呢个准则，令到所有嘢都失败。盟主真系好对唔住，我一定会教训佢。冇礼机，就由你代替南西去完成任务。哦，终于都轮到我出马啦！点解要派布丽基去啊？我唔系已经派咗你去筹备资金啦？系，我明啦。哦，今次就等我去完成任务，真系冇意思啦，红兰，乖乖地喺度做你嘅嘢啦。我懒好好，睇下你得先得几耐。我出去先啦。两块碎片合为一体，就会出现呢一种形状。我再俾你睇一样嘢。吓，同座山一样噶？呢座山系咩地方？去到虚拟城市之后，再向南面行大约100公里到，就会见到噶啦。呢个金字塔系乜嘢啊？系其他嘅考古队佢哋发掘出嚟嘅遗迹。目前佢哋仍然喺考察嘅阶段。如果我哋去嗰度调查，应该破解到有关古文明同折纸秘笈嘅秘密嘅。或者可以嘅。出嚟啦，比利！系咪你叫我啊，布丽基小姐？我哋好耐冇见啦。你冇变到仲系咁靓。唔好卖好乖啦，你同我听住啊，比利。而家有个好重要嘅任务要交俾你。放心交俾我啦。你去监视嗰班细路。你要将佢哋手上嘅遗迹碎片抢翻嚟。呢个任务太简单啦，监察。嚟啦，你一定要记住班细路嘅样啊！好好，要先下手为强，将遗迹碎片抢翻嚟，令布丽基颜面无存。速靠明白，知佬。知佬，知佬。去跟踪只甲虫。哇，好犀利啊！系一部直升机啊！好啦，既然系直升机，就叫你阿帕奇号啦。哎呀，呢部系肥仔三号啊！你唔好乱咁同佢改名啊！啊，唔见代俊嘅，点解佢未过嚟啊？咁使唔使我哋去接佢啊？肥仔，我哋而家去接代俊啦，唔该你做好阿帕奇嘅飞行准备啊！系啊，喂，都系肥仔三号啦！哎呀，呢个字字啊，好过分啦！啊，代俊，爸爸讲过乜嘢啊？叫你唔好成日关喺间房度啊嘛，要做下运动。睇下你啊，一啲朝气都冇，成日书虫咁样。我只系中意书本上嘅嘢，你点解系都要逼我做运动啊？你仲咁驳我嘴？我想你健康啲，帮你攞咗健身中心嘅会籍，但系你一次都冇去，你到底想点啊？我唔中意做运动啊，所以我咪冇去到咯。队长，我哋够钟出发噶啦。听日无论点样，你都要去做运动，知唔知道啊？大春、芝芝、丽伦，头先嗰个就系你爸爸。你哋睇到爸爸点话我噶啦？你唔方便去嘅，唔好勉强，我哋自己去啦。唔系，你哋唔需要理我爸爸嘅。行啦，佢完全唔知道进啊！佢哋点解仲未嚟噶？肥仔，我你哋搞乜嘢啊？今次之嚟噶，好对唔住啊！好犀利啊！梗系啦，火箭弹再加两支20毫米嘅机关炮。系啦系啦，知啦，快啲上嚟啦！啲装备都唔错喎。喂，乜嘢唔错啊？直情厉害啊！心机啊！好啦，阿帕奇又出发，你呀都话真系肥仔三号啦。代俊啊，你对你爸爸嘅态度咁差，过分咗啲喎。呢啲系我哋嘅家事，唔使你咁多事。道俊，唔似你嘅性格喎。你当我系外人啊？我哋朋友嚟噶，咁我朋友同佢爸爸嗌交，我可以唔关心咩？
你就你都唔会咁做啦。芝芝，你以前唔系咁样噶，以前我都见过你两父子玩遥控飞机噶。唔使急噶，慢慢嚟吓。妈，冇错，就系咁样啦。起飞啦！呢啲都系以前嘅事啦。嗰阵我哋关系唔错嘅，我爸爸同爷爷都系军人，所以爸爸都希望我可以继承佢，但我唔想，我嘅志愿都唔系做一个军人。我从来都冇谂过我的感受，总是自作主张，所以我哋关系先变成咁噶。发现有不明物体正在靠近我哋，前面嘅飞机请注意，我哋去二城市防卫部队，你哋即将飞入飞行禁区嘅范围，请马上掉头离开。好啊。入到飞行禁止区域，警告！如果再唔掉头，我哋会发动攻击。我哋而家点做好啊？哎呀，咁梗系要掉头啦！掉头嘅话就去唔到金字塔噶啦。我知噶啦，一定谂到办法嘅。芝芝啊，掉头先啦。OK。离开咗啦。接到啦，趁肥仔三号承认啦。哇，唔错咯，我哋向金字塔进发啦。我哋已经进入禁飞区域，但防卫部队冇警告我哋。我呢部新肥仔三号机身设计同隐形战机差唔多噶，所以用雷达系测唔到噶。犀利啊，肥仔！师佬，师佬，我哋喺呢度开始自己行啦。我仲想坐飞机啊！翻嚟啦！哦，系嗰座山啊，快啲行啦！肥仔啊，快啲过嚟啊！哦，系啦。是这样的，是的，我是吓走了鱼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身都哭成这样。这个人应该是蓝西生。现在怎样？那边都有防卫部队在这里。哇，又会有这么多军人的，再这样看我们都挺难埋到金字塔啊。那个人在平富饭店和女老师一起的位叔叔啊，现在怎么啊？进入金字塔的机会是好美，万一被他们发现我们，那就很麻烦的了。好了，等我问一下，看看警卫让不让我们入金字塔啊。等阵啊，看那边啊，落车那个名代中的爸爸杨军。但是不要问啊，他一定会叫我们回家的。好了，就等我们试下啦。利用武器进攻啊，晒气啦！你唔好谂下，佢哋系咩人咧？佢哋系军队，一定有枪嘅。又系喎、啊。咁点算啊？我哋又冇其他办法。点会冇办法咧？嗰度好似有动静。喂，咩人出嚟啊？就变成功啦！冇搞错啊，点解要我孭你行啊？有咩办法啊？军队全部都系男人，边度会有女仔啊？肥仔啊，你唔好摇嚟摇去得唔得啊？我已经尽量咁控制住自己噶啦。听住啦。长官而家要进行内部巡逻，以前好似未见过佢噶，可能佢新调嚟啊。
找到啦！咩事啊？哦，金主管啊，出现咗一只怪兽，请你马上离开呢一度。咩话？有怪兽出现？哎，你两个仲企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帮手对付怪兽。啊，